望乡台。在这一个开始走进去之前，我想问大家，你相信有地狱的存在吗？如果你相信的话，那再继续看这部影片。这里他们把它布置的就是在人往生之后，那相传会下去到地狱接受一个审判，那你做得好，或者是说你有积阴德有功德，那就可以往天堂。那我们先来地狱看一下说这个状况是怎样。当然这个它是一个模拟，不一定说有地狱的存在，但是在各个宗教都深信着善恶皆有惩罚，就是有惩罚，然后也有让你可以去到好的地方。奈何桥，好，走。其实是有点怕怕的，因为有点暗啊，我不知道它底下怎么会那么暗。好，哦哦哦，这里是第一殿，太广王生前罪孽深重者，发配受刑，打入各殿受应得之刑罚。开夜市。接下来他会给他看他生前所做的坏事，然后再来去把他做那个惩罚。哇，大家看一下，他这个做的栩栩如生啊。接下来，这里是第二殿，第二殿楚江王，为贪官滥用职权刁难老百姓者，应受虎斩之刑者。又来了，第三层地狱，不务正业，横行霸道，欺压善良者，应受十轮斩磨。这里第四地狱，强奸妇女，通奸害夫者，应受炮烙之刑罚。哦，他好像是把他们绑在那个鞭炮上面还是怎样，然后用那个炮去炸。Thank you.
第五地狱，贪图私利，作为正害人者，应受挖眼之刑罚。哇，各位，这个看完真的是不敢做坏事啊！你们看那个，超可怕的。第六殿，贩卖毒品、制造胃药、假毒者，应受下油锅之刑罚。这里是要下油锅的。七地狱，欺骗妇女，仙人跳手段，害人家破人亡，应受十锥穿心之法。手段偷金减两，贪图非分之财，应受狗吃蛇咬之刑罚。这边可能有点吵杂，因为他这边在播放嘛。那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这边是真的做得很可怕，然后我是自己一个人走下来。就是如果说你们想要来体验的话，我建议是两三个一起来，因为它布置的非常逼真，然后你们可以自己来看一下每一个店它是有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，因为太多了，总共有18个，所以说大家可以慢慢的来看。那我就是稍微跟你们讲解，就是不要爆雷，让你们也可以没有来过的自己可以来看看这样子，不要说全部都跟你们讲完，那你们可以自己来，然后蛮便宜的，一个人40块。这里还有做一个乱葬岗，18层地狱，第十殿就是最后的，第十殿是转轮王，就是到这边好像就已经开始要受胎转世，就是轮回。然后他旁边这里有一个就是在转的，就是看说你是转世做什么，看是做有钱的。期待，或者是说一些各种一出生就注定好的那一种。那旁边这里就是孟婆，喝下孟婆汤，你就要转世。喝下孟婆汤。好，先走出来。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出来那个18层地狱外面了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来看看，它这里也有天堂。但是今天我因为觉得说，频道本身都是在拍一些灵异的、宗教的，那就是让一些相信宗教、相信有神有鬼的人，可以看看说，在人往生之后，我们所相信的这个18层地狱，然后阎罗王有10殿，它究竟是长怎样？那我觉得这边。他设计的很好，是他把它模拟出
虽然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能想象出来的，但是他把它模拟出来，就是让你知道说，哦，你做了什么坏事，然后你会遭受什么样的状况。那因为他其实有很多那个模型在做的时候都做得非常逼真，加上他气氛设计得很好，就是说你如果是去到这一个店的位置，它灯才会亮，不然全部都是暗的，全部都是绿光。所以如果你胆子比较小的，你就要几个朋友一起来。你如果像我刚才这样一个人下去，它突然间你走过去，然后发出音效，这样碰一下，你还是会吓到，因为很暗啊，你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台南的这一个代天府这边看看，上网搜寻18层地狱，就会有相关资讯。那以上就是这一次带大家来游地府的这个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